原标题关于为什么会失荆州，不是战略失误，史学家用四个字道破玄机。关羽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神一样的牛人，被后人尊称为武圣，关老爷的庙曾遍布天下，无数后人都跪拜其脚下。对于关羽，三国演义虽有虚夸成分，但其自身却有过人之处。陈寿三国之友关羽、张飞皆称万人之敌，唯是虎臣与报效曹公，非义士言言，定有国师之风。然与刚而自关，非暴而无恩，以短取代，礼数之成也。关羽智勇双全，论勇他可以称之为万人敌，于万军之中取敌之首级，如探囊取物耳。最为典型的就是策斩颜良诛文丑，后来又能鲁豫尽灭庞德，威震天下，是为是虎臣，连曹操都对他崇拜有加，称其军万三军，想那为一用。论智他颇懂兵法，军事才干也是突出的，在赤壁前以水军万人掩护刘备撤退，赤壁后同曹仁相持七年，在周瑜围攻江陵时绝曹军，北道后镇守荆州时水淹曹操七军，威震华夏，一度逼得曹操迁都以避其锋。文武双全的关羽显然要远胜于吕布、徐福等有勇无谋之将，马超入蜀，关羽写信问问情况，诸葛亮就回了这么一封信：孟喜虽雄烈过人，亦乃情部彭越之徒耳，当与翼德并驱争先，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。及其是韩信一类的人物，是有大局观的。展开全文同时，关羽还有义，他忠诚担当，和刘备结义为兄弟后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于他，没有因为刘备落魄、曹操、李煜而背信弃义，袭过五关斩六将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让人钦佩不已，可以称之为国士之风。总之在蜀国，关羽和诸葛亮、义武、义文都是刘备手下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刘备进川的时候，把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地盘留给诸葛亮和关羽镇守，如果能够得益州，荆州则从根据地变为争霸天下的前线阵营，如果进川不利，刘备还有退守之地。后来刘备在庞统的支持下，刘备在川中取得了逐步胜利，但随着庞统在落凤坡的重死，诸葛亮只好被抽到前线去支援刘备，而关羽独自守荆州。最终刘备得到了益州，荆州从此也就全权由关羽负责。关羽守荆州也表现了极高的军事才能。首先在荆州兵力不多的情况下，关羽一边招兵一边训练，到公元219年进攻樊城的时候，已经能够拿出一支3万精锐部队，其中陆军和水军都有，可见关羽是非常卖力的。那么就是这样一位有勇有谋有义的神人，为何最终上演了大意失荆州的悲剧？关羽为了遥想刘备在汉中的战事，出兵樊城，而在围樊城的时候，曹操派遣于禁和庞德前来救援，结果于禁和所带领的七军约3万之众全部投降，庞德不想被杀。关羽的兵威大振，威震华夏，让曹操颇为紧张，迫使曹操不得不打算亲自带兵去营救樊城。从大事上来看，关羽兵分两路，对曹操造成的威胁是很大的，可以说军事上并没有严重失误。然而东吴的搅局改变一切。对于东吴，诸葛亮告诫关羽四个字：联吴抗曹。可以说这是外交的唯一可行办法和出路，然而关羽却毁了这个联盟。关羽在外交上犯了两个致命错误，第一个错误发生在战前，关羽全面负责荆州事务之后，东吴方面欲和关羽结好，孙权不惜降低身段，主动向关羽提亲，结为儿女亲家，结果关羽
不但不接住这难得的好机遇，反而直接拒绝了。拒绝的理由也令人惊叹，七个字，这虎女焉能嫁犬子。孙权碰壁的结果自然对关羽恨之入骨，他原本就是对刘备一直占据益州不还荆州而不满，现在关羽又直接给打的脸，他能不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吗？这显然为关羽以后的荆州兵败埋下了恶果。接下来关羽又犯了第二个错误，在于出兵之后因为军粮出现问题，私自令兵越过东吴的地界去收割东吴的粮食。如果是嫁女失败是从私人方面而延伸出的外交失败，而这次明目张胆的抢割盟国的粮食，单方面进行破坏联盟，简直粗暴，自绝后路。再加上关羽在樊城之战的前期战绩傲人，孙权更加感到不安，最终让孙权起了杀心，做了惊人之举，反流连曹。最终孙权派吕蒙和陆逊双子星座采取白衣渡江等计谋偷袭荆州成功，而腹背受敌的关羽也最终被擒杀。总之关羽失荆不单单是大意这个表面上的原因。